你都3.0评分了，你还有什么好值得失去的？你都1-6了，你就打下去呗。我又没说要投，一点意见也不问我，4个人就是合起伙来就投降。我说实话，我直接守高地，我们有机会的。虽然那凯隐比较厉害，他上高地费劲，这英雄这英雄不好上高地。我高地上面开个大招，没准咱就能打5-6个人头，一波美甲窃魂卷打个大龙，直接就翻盘。那老投降，也不问我意见，你说？问你，你也没做声啊？哪问了？他们4个人就咔嚓一下就投了，10秒钟都没到，这连给我思考的时间都不给。A 投。他2层，没事。不太合适。这波跟他换了不合适。我想的是不跟他换，你知道吗？我想的是我闪现 Q 加凯旋回血，我移过去闪现 Q 凯旋回血，我让塔砸一下，我们能活。没想到这防御塔出火炮了，砸了我2下，一血还行，不赚，这是不赚的。我一个红怒扣他没死，你知道吧？没想到吧，小伙子。大阴马，哎呀，谁是砧板上的下一块？我也没想到，这阴马，阴马来的时候我也没想到。刀锋10层了，虽然我们12层，但是我们没有技能了，先不打了。这波如果死了就炸了，千万不能死啊！先升个4级，抽一下平 A， 一上来 A 接法不溜 A 一走，不打了。我说停。5级先啊！其实我这波跟这刀锋拼，还真不一定能拼得过他。我没有一技能。好，现在能打过了。我们2管怒就打他就很好打了。即使他一我，他也不一定能打得过我。哎我去！
下 ，A E 晕住，停 A 一过来，红路抠，这人马怎么剩六了呢？这人马，干嘛呀？人马，哎，你五级往上跑啥呀？你没六呢？九秒有卷烟，哎，勾引他一波。他不上当，那就算了。本来刚才那波我都要杀他了。那人马跑过来了，烦死了人。耶！为了防止这两个人啊打我们太疼，我决定先来个小反甲。为什么不等刀锋 W 没了再 W？ 因为打不过，不晕他，我们打不过。我晕他以后，我得跑，我不跑肯定打不过他。扣一下 ，R E A。W 住 ，A Q 一过来，哦，挺能跑，跑就算了，就当这波我们互相耗血了。来穿，对，穿，给我晕住，不用闪现，好闪，我们就在那残血小兵那个地方等他，你知道吗？等他，你看他穿不穿？平 A 红怒晕双乱一抖闪现，哎呦我的妈呀，兄弟别追了 ，Q 一下回血，你要干什么呀？我操，八分钟你往我上路跑四趟，还让不让人活了？我的哥呀！还回回有大，你说上路好抓呀？好抓吗？他上路抓了我这么多趟，那刀锋一杠三好抓吗？我不觉得好抓。我的炮车，人马这波再敢来，我就把他俩都杀了。我希望你赶紧过来，
希望你赶紧给我过来，听见没有？赶紧往下走，往上走，快点来，我有点痒了，这波他不来了。没这银马，现在刀锋一杠六；有这银马，现在这刀锋一杠三。没什么办法。我没有办法攒出足够的这个优势。来晕住 A 扣走，开始控线，不推了，从现在开始不推了啊！先晕住 A 扣 A。一上来扣一下 A E， 行为开大招，晕住耗点盐，再 A 红怒扣，吃药平给 E 走双 E， 这不行，这银马分离者打我有点疼。回家咳血战斧，他那分离者哎呦我还好痛，真怂，这都不敢上，是我直接我就踹上来，真猥琐，这都不敢上，兄弟这把咱来个布点还啊、哦，看看峡谷，没打还行呀，他把蓝 buff 打了，我没想到啊，你是真厉害，抽一下，三二一，开大招晕住 A E E 闪现 A 抽平 A， 咳血战斧，哎死了，还给我打蓝，打棒也没用，只要我们家的人不是特别的傻，特别的二，人家打野一直往我上路跑，压制我的发育，完事我们家野人还打不过，那就输了，那这就没办法了。我来了，来一上来晕住，咳血战斧 A 扣 A E， 你给我死，喜欢干咳。开二塔呀，好了，回家了。
我出个大反甲。然后我们再来个布甲，还这样一个打两个应该没啥问题。中路团一波，我们这得来了啊！这波扫人，我们得赶紧过来。哎呀，你还敢打我！交闪现了吧？还敢打人，我是没想到的啊，小德莱文打我两下还。和谐战斧。好勾。开大招给我冲。哎耶，红怒坑科学战斧一回来。嘲讽住，投降了。